这得堵多久啊？这谁知道呢？别着急嘛，前面就到了。哎，你能像刚才那辆车那样穿过去吗？行是行啊，不过。 你再给我几天啊，这事儿保证完成了。OK。 经理，经理，没信号了，没信号，我进几次？我进几次？我差点就赢了，没信号了，是六零了。别急，马警，马警，马警。小小贝，负责维修部。Hello。安德康，维修部收到请回答，你帮我查一下。 Mr. Welcome to Carabao Hotel. Hi. Welcome.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will take both the hotel. Sir? Don't tell me, please. No. Action. Please, mister, you can stay here. Hi. Uh-huh.酒店所有的宾客名单、监控资料、安保密码，还有所有的人情。放心，一切都会有的。通讯全部屏蔽，上楼全部接管，接管了总控室，整个酒店都是你的。所有旅客的入住信息。他在哪个房间？ 他没有用自己的身份信息登记，名单里没有他。
please, sir. Today is closed for business. I have a reservation. No. Please. You cannot. Oh, wait. Today is closed, sir. No. Oh, 让先生进来。 你好，我们酒店今天已经客满了。我之前有过预定了。哦，那请您前台登记一下吧。FBI， 我正在抓一个逃犯，他在你们酒店。那我没有什么能帮您的。帮我找一下他住在哪个房间，其他的一会儿再说。好，稍等。哎，快给先生办入住。啊，不好意思。你好，请问您要找的那位叫什么名字？他叫李胜元。 为了注意一下，他用的可能是假证件。好，您稍等，先生查一下。先生，你的入住手续办好了，1001房间，欢迎入住卡拉博大酒店，祝您旅途愉快。好了没？好了，在1221房间。 等一下，12楼的人注意，盯紧区1212房间那个 FBI 门口的人，不要让任何人再进入酒店，听懂了吗？ 10分钟之内控制酒店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要少。Copy that. Yeah, let's go, guys. Yes. 老板，火警对外系统已屏蔽。 Anybody in? Open the door. Line up, people. Everyone going to the casino, one by one. Who is the manager? People. You don't want to let me ask twice. I'm manager.
You go to organize this. Sorry, I just give you 3 seconds. 1, 2. Wow, this is a goddamn nice watch, man. Yeah. It is. I have no money. You don't have to kidnap me. He's rich. He has a lot of money. You got his, right? 你看仔细了，这个，这是假的，还有这个，全是假的。你要吗？都拿去，反正不值钱。 It's a lot of... Ajo. 去你的吧！你再动我一下试试！你再动我一下！你再动我！是。 Squad. Yes, boss. Yeah. All the room is empty. Yeah, I've got people here. Got it. 这次无处可逃了吧？Guys, check the TV, please. So this is Dr. Leng Yun. She's 35 years old, foreigner Chinese. Who was working in Supermaster Medical Laboratory in the Jia. Ooh. So guys, you can say thank you because she made your trip to the Jim Island so exciting, so fun, so colorful. Is it clear? Is it clear?
十一楼走廊有人，正往东走。小子，为什么楼里还有人 ？What? Still more people up there? 你那边的人数是多少 ？We get 37 guests, 18 hotel staff, and one manager. 房客应该是38个，少了一个。 What？ 老板，摄像头全部废了。你刚才不是跟我说，十一楼东边吗？是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阿德，马上把人给我找出来，立刻。Guys, follow me. You go watch them. Yes. 摄像头物理下线了，说人话，意思就是摄像头都没了，有人把主线给剪了。 It's okay. Now is so much time for the find the bitch. Now I'll find by myself. Guns to the left, boys to the right. Now, everyone separate. Quick, move. Hurry.
What's your name? 她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她是我老婆。Answer the question. What's your name? What is your room number? Okay, this is you. It's me. I am Leng Yun. Hello, Dad. Well, you've changed a lot, girl. I have a lot of time to spend to you, you know? You're so defensive. Let him go. I come with you, okay? Of course you're coming. We only gonna get exactly what we want from you. You get me? Yes, boss. We found her. Don't you know? Nah, it's not with her. Yeah, I already searched. There's nothing. 一定就是他破坏了我的摄像头。老板，冷云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她还有个女儿啊？对，冷云在入住的时候没有提供这个小女儿的信息，她假装自己一个人的样子，连进门都是一个人。够聪明的。你看，这是她。还有这个，这是他们唯一一次一起出现。监控系统什么时候能修好？不是，监控系统没有问题，只是那个摄像头下线。我需要马上。可以，但是得有一个人帮我把那个物理接口给接好。老板，你看，这是十一楼的那个网络控制箱，问题应该就在这儿。老太，你在十一楼吗 ？Yeah, I'm here. I'm looking for Burn. I didn't find him yet. 先不管他，你去十一层把网络控制箱的电线接好。Fuck！ 你现在把西边所有的电梯全部给我停掉，只留东边的给我们自己人使用，听懂了吗？老道。派两个人去八到十一层的安全通道看守，等云留给我，派所有的人一层一层给我找，一定要把那女孩给我找出来。嫁给我吧，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龙卫，我想出国，两年。你要不喜欢我就不去了。你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我走哪儿去啊？你不是想出国吗？就去吧，我不会再拦着你了。我已经把名额让给别人了。不用让，想去就去，以后再也别回来了。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让开，没有什么，我不想跟你过了。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滚！你不像电工。为什么这么说？电工没有那么好的身手。你这话太绝对了吧。你是中国人。你不是吗？我也是，但我是加国国籍。啊。电工先生，我们躲在这里是没有用的。那你有什么打算？我要救我妈妈。我妈妈现在肯定已经被坏人抓住了，还有其他人，他们一定也被坏人抓住了。说说看，你打算怎么救？
报警。Thank you。整栋大厦都已经被电子屏蔽了。那先想办法离开这儿，然后报警。哪那么容易啊？那怎么办 ？Ladies and gentlemen， 非常高兴在这儿见到大家。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做尼尔。我父亲跟我说，我的名字是勇敢的人、领袖的意思。我想，在这儿我称之为领袖，在座的人应该没有意见吧？OK。其实呢，今天我们来到这儿，我的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要找一个人。非常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但是还有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很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所以我把大家请到这儿来，我也非常的抱歉。不过事已至此，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安安全全的离开这间酒店。你们大家祈祷吧，祈祷这个人不要这么自私，为你们多想一想。这么刺激的场面，你们不表示一下吗？鼓掌啊！没事吧？你确定楼上就有信号了？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我还知道，现在就有一个员工通道，就去那儿。你不是电工吧？那是什么？小偷。你怎么知道这有个人工通道的？我妈妈让我背过这里所有的逃生通道。Do you find a girl? No. Let's just slide downstairs.看一下，这个小女孩是谁啊？跟你长得还蛮像的啊。我想，我应该知道我想要的东西在哪儿。女孩找到了吗？思雅，给我连接一下广播线路，
我想让冷博士和他的女儿好好聊聊。收到。可以了。OK。瑞尔小朋友，瑞尔小朋友，听见了吗？听我说，听我说，瑞儿，听我说，你小点声，否则让他们发现了，我们就救不了你妈妈了。但是你现在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冷静一点好吗？你冷静下来，我就把你松开，好吗？你啊！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怎么能找到你女儿。冷博士，我觉得你是个做医药科学的，你心地应该非常善良才对啊。但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固执让这么多人跟着你白白去送死，你的心不会疼吗？我给你五秒钟时间，你仔细考虑。5 4 3。爸爸，我不知道东西在哪里。我这次跟你认真了。5 4。我知道东西在哪儿，我知道。你知道？东西不在他女儿身上。快说！我说，刚刚他去酒店来回，给了我1000美金，也是住了我办公室的保险柜，你说是存了贵重物品，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他应该是你们找的东西。你办公室在哪儿啊？三楼。行，乔玲。10楼以上所有人，马上到12楼经理办公室。哎，瑞儿，干嘛，瑞儿？是。
小孩子怎么能玩枪呢？快走！没人。Neil, Eddie Roger are down. What's the man? Electrician. 电工。今天没有电工团队。是这个吧？得试了才知道。进来。好。哎，我想问你一下，为什么那个孩子打不开这个保险柜啊？他不知道我换了密码。哎，小朋友不能玩枪。玩就不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自我介绍呢。你不是都听到了吗？你叫瑞尔，对吧？英文名瑞塔。那你们到这儿来是做什么呢？妈妈带我来这儿旅游。带着一大群专业的雇佣兵来旅游啊？那个保险柜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能说吗 ？It's a long story。我们现在啊，有的是时间。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你当然是我的朋友。我妈妈是个医学博士。他发现了一个分子式，这个分子式是一种特效药的主要成分。它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摆脱病痛的折磨，但是也能让贪婪的人为得到它血流成河。我妈妈一直想不好要不要公布这个分子式，但是消息还是传出去了。大约三个月前开始有人来抓我们了，我妈妈就带着我四处逃亡。几天前，妈妈带我躲到这里，她说会有人来救我们的。这个人是我妈妈最后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可以信赖的人。他会保护我们，带我们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前天，我妈妈让我把储存分子式的硬盘放到经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那个人。但是还没等到他，那些要抓我的人又出现了。你妈妈是不是叫郎云？你认识我妈妈？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你等的这个人是什么人？没有。那你怎么找到他呢？他会找到我的。对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是什么呢。你就暂时叫我电工吧。
哎，怎么了？还需要多久？矩阵密码，小儿科，你不会等太久的。OK。阿乐，整理一下赌场，带你的人准备撤离。Head up. Once Ben and Walker be found, we're ready to escape. 反正都是死，跟他们拼了！快 ，God damn， 闭关！啊 ，People don't be stupid. We got a guns here. It's not a game. 啊 ，Boss, boss. What?I'm near familiar space, this place, so I can help you to find your friends. Really? Really?带好，别再丢了啊！Boss, I found one in the 11th floor. Nice. Now, let me go. If you can catch that girl. Okay, okay, I will try my best.腿还疼吗？没事。我们现在的计划是什么？分散他们的人手，各个击破，不断消耗他们的同时，找到你妈妈。难吗？现在最大的难度就是时间，因为我不确定他们什么时候会离开这儿。我交到我之前，他们是不会离开的。为什么 ？Oh my god！ 我说又怎么了啊？你不是跟我说小儿科吗？是啊，这个矩阵密码是解开了。但是这个硬盘密码它是双重加密的，得再输入一组 U 盘密码。那你就破解 U 盘密码不就完了吗？不是，这 U 盘密码是单独配套的，不能用程序破解。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废话，到底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得需要一个 U 盘，然后插到我的电脑里，然后它就……带上你东西，跟我走。哦哦哦哦。U 盘呢？工作范畴，找东西是你们的强项。是不是在你女儿那？Bingo！ 哎，很有可能啊，我妈就经常把贵重的物品交给我保管的，没错。阿达。快！
Elevator is broken. Call cycle to fix it. Boss, maybe I can help you. 废什么话？ 赶紧来！ 好好好。 Nail, when are we going to found? Take him to the casino. We should catch this fucking electric gun. 是那个电工？ 真是该死！行，说说吧，你是谁呀？我是谁不重要，马上释放所有人质，否则我会让你追悔莫及。我要是抓到你啊，我也会让你生不如死。啊？那就走着瞧。好啊。马上给我恢复无线电通讯信道，我要时刻跟这人保持联系。啊，还有。 监控系统，马上给我恢复监控系统，马上。 OK。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们一旦发现需要 U 盘，就会来找你的。现在他们不光要抓我，还要抓你。说的对，他们想要找到我们，就会重启这个摄像头。所以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应该还有10分钟的时间。 很好，我们走了。
Glasses, I already fixed it. Yes! 摄像头终于上线了。老板，那个女孩在餐厅。漂亮。老大，目标在餐厅，马上过来支援。Hey,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right? I'll shoot you next time if you try to trick me again. Leng Yun 先生，你在里边吧？我知道你在里边。怎么样，我的电工技术还够专业吧？实话实说，你给了我非常多的惊喜，谢谢。客气。这样吧，谈谈吧，你把那个小女孩给我，我保证你安全从这儿离开。怎么保证？以你的信誉吗？天宫先生，我希望你现在能明白一个事儿。你现在除了厨房的这个货运电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但是那儿也被我们锁住了，所以你现在已经无处可逃了。我可以等到天亮以后。你觉得凭你的能力，你能活到天亮吗？我再给你一个条件。你把这个女孩放，你先爬过去，我留下来对付他们。你妈妈在赌场。赌场？我知道，赌场在六楼。嗯，你先爬过去等我，一会儿我们汇合之后，一起去救你妈妈，好吗？你一定要来哦。相信我。林工先生，你还在吗？在，我在考虑你的建议呢。非常好。我告诉你，
我可以把这笔钱打到任何你想指定的账户上 ，OK？ 我唯一还有一个问题，我喜欢现金，你能在一个小时之内给我把现金准备好吗？你他妈还真是个混蛋啊！我告诉你，我的人随时可以打开这扇门。应该已经闻到煤气味道了吧？一旦这里发生爆炸，10公里之外都能看到这里着火。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你觉得，你可以安全离开吗？至少我不用担心怎么面对警察撒谎。小女孩在7楼的员工通道。小朋友，不要怕，我是好人。来，我说的我是好人，跟我走。
我去，又来了！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得了，这帮人是真不好惹。不行，我要去救我妈妈。兄弟，你得再帮我最后一个忙。行，我说。帮你处理伤口。你还会这个？别忘了，我可是医学博士的女儿。都是你妈教你的。对呀，不光这些，我妈妈还教了我其他的生存技能。生存技能？你妈教你生存技能干什么？因为我爸爸这方面就特别厉害。我妈妈说这是我的基因优势，也是家族传统，我该学。那个黑胶布，贴上，扶着下面，好。好，这样。谢谢你，是吧？不客气，电棍先生。对了，我一直忘了问你，你爸爸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来啊？电棍先生，其实我没有爸爸。是妈妈一个人把我养大的，我不知道我爸爸是谁，我爸爸可能也不知道我是谁。你今年几岁了？十岁。十岁。电工先生，你有孩子吗？等你有了孩子以后，千万不要和他分开。你说的对。瑞儿，建工先生，你在吗？怎么了？我现在就想跟你旁边那女孩聊聊。她没跟我在一块儿。现在状态不太好，让他找一个有屏幕的地方，想跟他面对面谈谈。爸，妈妈，年糕先生，你救救我妈妈！瑞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着急好吗？我一定会救出你妈妈，好吗？现在需要你安静，先安静好吗？不要出声，好吗？先安静，先安静。我已经看到画面了，你想怎么样？
我不得不跟你的妈妈动那么一点点的小暴力。不过你不用太担心，你还是有机会弥补你的错误。你的妈妈是不是给了你一个小小的 U 盘？如果她在你的手里，把她拿到六楼的赌场，我在这儿等着你。你放心，只要把她拿过来，我一定让你和你的妈妈平平安安的走，好吗？妈妈，妈妈，天空先生，谢谢你，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妈妈，妈妈，这样。就当妈妈是最后一次跟你说话了。记住我们的约定，一定要活着。你不能去，你现在就是把 U 盘交给他们了，他们也会把你们都杀了的，知道吗？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为了父母。瑞儿，你听我说，当时你妈妈把 U 盘给你的时候是怎么跟你说的？你们是怎么约定的？啊，看着我，看着我，你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难道你都忘了吗？我一定要活着。看着我说。我一定要活着，不能被人抓起来，这样活着就会有人来救我。可是妈妈她快要死了。瑞儿，你妈妈不会死的，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妈妈，我一定会保护好你，救出你妈妈的。看着我。因为我就是你们一直在等待的人，我跟你妈妈有个约定，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出现在她身边。十年前，我没有履行这个承诺，之前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弥补，但是今天，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我的承诺。南宫先生，我知道你是谁了。乖孩子。大哥，别开枪！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你们要找的那个电工，他不是个电工。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退役特种兵龙卫，他那个队伍的名字叫雪狼，他代号狼王。你就是一小偷，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哎，大哥你看，我刚遭到他的袭击，然后他以为他把我打晕了，他其实我在旁边装晕，他跟那个小女孩对话，我听得一清二楚，千真万确。天光先生，时间差不多了吧？你要是再不把 U 盘给我，我要不要杀几个人质给你上上课呀？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动人质，我保证你什么都拿不到。还有几分钟。来得及。听我说，瑞儿。Rita， 对吗？我叫龙卫，我曾经是中国血狼突击队的队长，代号狼王。我执行过各种各样的任务，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你，是我所见过最特别的小姑娘。保护你的任务，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任务。
你相信我吗？相信。把 U 盘交给我，我去救你妈妈，好吗？我走了之后，你就躲进那个柜子里。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出来。你要记住你跟妈妈的约定。我走了。爸爸。爸爸，我等着你和妈妈一起回来。爸爸答应你，一定带着妈妈安全的回来。So, is that you, the electrician? Move!就你一个人啊？孩子呢？你不就是要 U 盘吗？谁来送货又有什么关系呢？ U 盘呢？哎，光子来了。没事儿，别怕。好的。
底想干嘛呀？你知不知道你手里那个东西值多少钱？你给我开什么玩笑啊？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咱俩冷静下来说好吗？我肯定让你们安全离开这儿。300万美金就抄不连号 ，OK？ 听着挺诱惑人的，我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但是人质呢？你准备怎么处理？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我只要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他们我全放掉 ，OK？ 可以。不过。这保险我已经拉掉了，我该怎么给你呢？不是，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啊？你想要怎么样？我不过是有一个互利共赢的计划要跟你探讨探讨。老班，你不要听他的，我们只需要找一个人抓住他的手，然后直接就击毙他了就可以了。要么你来，你就没想过万一你没握住呢？这样吧，我还真想听听你的计划。这样，我握住这个手雷不撒手，把这个 U 盘插入到你的电脑，你该解密解密，该拷贝拷贝。与此同时呢，你撤走你所有的人手，释放所有的人质，两边同时进行公平交易。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再把这个扔了，就算这个 U 盘毁了也没关系，因为你该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怎么样，这是不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计划？老板，这可以啊，这个主意不错。你到底是干嘛的呀？当电工，你太可惜了。纯属个人爱好，没什么可惜的。好，就按你说的办。不行啊！实在不好意思，人命关天，我这也是在帮你。不行的。所有人注意，交易马上开始。等我的信号释放人质。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来吧，我都准备好了，时间又金钱，我们开始吧啊！哎，大哥，拿我的啊！嗯，慢。你以为我只是个技术咖吗？龙卫，前中国特种兵雪狼突击队队长，绰号狼王。没错，就是他。哎呀，狼王。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是喜欢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人不但不要钱，更不要命。我正好跟你相反，我不但要命，我更要钱。八卦一下，他跟你什么关系啊？哎，你别告诉我你不认识他啊！不说话是吧？那我要打死他，你说不说？你现在把他杀了，就不怕解不开密码吗？要么
解完之后再杀也不迟啊。好，我再给你点时间。龙威，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来跟你说。不用说了，我知道。老袁，对不起啊，这次是我没保护好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你知道吗？十年前我杀死的那个毒贩是大毒枭奥维的儿子。滚吧！之后，奥维就一直扬言要杀我全家。其实我也看明白你们俩的关系了。既然密码已经解开了，那我就不再看你们俩秀恩爱了。有什么事儿呢？下去说。别动 ！FBI！ 对不起，我是卧底。你小子可以呀，不是你真拿你自己当 FBI 啊？你别跟我废话，你不管我真的假的，你今天敢动我就敢开枪打你，你来，你动一下试试，兄弟，来，你自己看一下啊，我们四把枪，你一把枪，谁先死啊？不是你四把枪，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外援呢？外援是吧？好。老板，你胸口，看你胸口，真有外援。目标已锁定，准备解救老王。收到，行动。一哥，炸弹，你开的路进入，带着你撤离，快！
外。没事了。嫂子。耳机摆事儿啊，嫂子在这儿不能提前说一声吗？这刚才我也吓一跳。你吓一跳，你可以跟我说一声。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你一直联系不上，我猜肯定是出事儿。这猴子查你定位，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就是半手续飞过来呀，花了点时间。先生，您跟我走，我们帮你处理手雷。啊，不用了，我之前处理过了。放心吧，不会炸的。之前帮了不少忙，算是我的朋友吧，对吗 ？FBI。哎呀哎哎 ，FBI 啊！救救他！化名，化名，化名。哦。幸亏你的朋友们来得及时，否则我们警方都还不知道这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狼王对吗？让你一个人撑了这么久，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也来得很及时。把他带走。妈妈，月儿，爸爸，啊，好孩子，龙卫。好戏刚刚开始。Thank you。龙哥，走了。谢谢了。哎，没事，应该的。拜拜，龙哥。拜拜。再见啊 ，FBI。要整起来了！要整起来了！整起来！老王，你看看，来这么好的地儿度假，也不带上兄弟们，自己还受了伤，这下过瘾了吧？这一趟啊，有太多不可预知的危险，不想拖累你们下水。那，最不可预知的就是我们的出现，对不对？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会开车吗？会。爸爸，那你会做饭吗？会。爸爸，那我可以跟你学功夫吗？当然可以了。爸爸。没事。爸爸。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离开我们了？其实爸爸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离开过。